热血制造最强频道 passiontimes.hk。在一党专政之下，我们活在一国两制的香港，亦都不应存有任何幻想。中国没有自由，没有民主，香港亦都难有真普选。啊，这个因为我们香港人信说中国不改变，我们香港也没有民主。好，谢谢大家。一个一党专政下的香港都要中国是民主化，香港才有出路。如果中国没有自由民主的话，我们香港都不可以会有真的普选。我们要求本土优先的民主很简单的，就是一件事，我们不可以等待中国大陆有民主，香港才有民主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喂，我几时讲过话要等中国有民主啊？我哋唔可以等待中国大陆有民主，香港先有民主，就系咁简单。喂，我几时讲过话要等中国有民主啊？喂，我几时讲过话要等中国有民主啊？